要能够
能够去一步，那么能够去实践其地形。我们要怎么样呢？要行于中，成于中，行于外啊，就是说内外呢都要一致才可以。那么一般人呢认为这个行孝道啊，只是奉养孝敬啊，顺亲啊就可以了。那么其实呢啊不是啊这样而已。那么我们必须知道，父母生养我们所付出的这个苦心啊，可以说呢比山高还有比山还要高，比海还要深啊。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更加的来啊，更加的来供养我们的父母，那么要报答亲生体会来啊。那么这个呢其实啊可以，其实呢是只能说呢我们做人子女的应该尽的天职，做人子女尽这个孝道呢是我们人的天职啊，那么也是我们人类这个善良的天性的一种表现啊，也是呢一种因果定律啊。那么这孝道呢在表面的地位它有深远的含义啊，以及它的光辉的德性存在。那么所谓这个德性呢啊，就是常识的德呢，就是仁义礼智信啊。那么这个在万物里面呢 都常常是有这种一种德性啊，所以叫做五常之德。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做这个仁德，乌鸦盘壶，羊羔对赌，邻不离袍，这个仁德的表现啊。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乌鸦看过没？看过乌鸦没有？好啊哈。那么这个乌鸦，大乌鸦呢，把小乌鸦生下来，那么大乌鸦呢就在找东西来吃。等到有一天，这个小乌鸦长大了。那么老乌鸦呢就会老，那么老乌鸦老的时候呢，它的毛啊会掉啊，它的水会多啊，它里面会非常多，那么飞不远了啊，不能飞了，也不能找食物吃了。那么这个小乌鸦呢啊，长大了就会去找食物啊，来给它的爸爸妈妈吃啊。这个呢叫做什么？返璞报恩呐、返璞报恩啊！所以这个就是动物里面呢，它有这个人的表现啊，人的表现。羊羔喂乳，那么各位姐姐有没有看到羊吃奶的情形啊？有，羊吃奶的时候是不是背跪着吃啊？那跪着讲究对吧？所以呢？他为什么要跪着吃乳？那么就是一种啊，感谢他妈妈给他奶吃，所以呢，他也是一种人的表现啊。邻不离袍，这个麒麟呐、吃草，那么他感谢天地之恩，长这个草给他吃啊。那么这个麒麟呢，吃草不敢践踏到那个草，他一定。会把它糟蹋掉啊，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人的表现，仁德的表现。所以动物呢，它也有这个五常之德啊。再来这个鹿呢，得草而成群啊，以择食而共聚。那么我们这个鹿啊，现在呢，因为我们人太多了，山上的鹿呢，都变打猎啊，打得太绝种啊。那么以前呢、这个鹿群，它找到一个草场，能够很多草的地方呢，这个鹿啊，不敢一个鹿两个鹿在那边吃，它会去请它的什么
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不是父母一起一大群都来这个岛啊，都来这个岛，所以呢这个鹿啊就是有意很讲义气啊，很讲义气。那个蚂蚁呢也是同样，那么我们大家会看到蚂蚁，蚂蚁看到鹿啊，它就会去找它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吃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蚂蚁找到食物一下子就一大群通通来啊，就剩下的小孩开过去，他还有老蚂蚁啊要吃，小蚂蚁要吃，所以呢这个都有义的核心在里面啊。马不欺魔，大雁所学，风有君臣啊，啊这个就是义德的表现。那么马不欺魔啊，一般的动物呢就马一般的动物不一样，所以它呢非常有礼貌。那么小马长大了之后呢一定不会欺负它的妈妈，一定敢侵犯它的妈妈，所以呢这个就是礼仪啊，礼仪。大雁所学啊，我们台湾大雁很少啊，大雁呢被这个雁啊它是成双成对的啊，那么当中有一个吃肉掉了，不管是公的还是母的啊，吃了一个，但是呢他绝对不会再找第二个啊，这个大雁呢就有这种德性啊，这种德性非常有礼啊，有自己的德。那么风呢有根尘啊，我们大家都晓得这种蜜蜂啊，它有蜂王啊，它有蜂王，那么蜂王飞到哪里，这个那些蜂蜂小蜂不会跟着去啊，绝对呢不会过分东西啊，所以呢这个就是礼啊，就是礼德的表现在动物里面啊。再来花闹而知雨，窃巢依耳之风啊，我们在乡下啊都可以听得到，比如水沟有田地的地方呢都可以听得到。那么平常呢蛙这个青蛙不会啊，比如说最近几天呢天气都很好，那么今天晚上呢突然间闻到这个发生大闹啊，哇哇哇一直闹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明天一定会下雨，明天一定会下雨。所以呢这动物啊它有啊先知先觉的这个特性啊，所以这是什么呢，就是自观察它的巢呢，要是做的在树的上面很高啊，那么今年呢就会有台风，会有台风。那么它这麻雀的窝呢做的很低的话呢，那么今年啊一定有刮台风、刮大风啊。所以呢，这动物啊，它就可以事先可以知道，那么是智者的啊见。那么见呢，飞子而猴子。飞鸟投鸣，这是守信啊。那么我们知道现在里面燕子啊，大家没看到燕子有，现在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温暖啊，那么到了冬天呢燕子就比较少，那么这个燕子跑到哪里去呢，就飞到南边去了，南方去啊。那飞到南方去了，到了冬天啊去过冬，那么明春到夏天的稍微天气比较温暖了，它就飞回来，它第一次这个叫非常的守这个节气呀 啊所以这个就是守信啊，守信。那么我们的公鸡啊会第一公鸡会啼呀，那么公鸡什么时候才啼呀，天亮的时候才啼，对不对啊，晚上会不会啼呀，晚上会不会啼呀，不会啊，所以它很守时，很守时。这个呢，鸡呀，一定到天亮、快天亮五更的时候，它就开始鸡啼。啊，以前的人没有时钟，那么一听到鸡啼的时候就知道啊，天快亮了啊。那么传说呢，鸡要是这个晚上啼的话呢，一定有不祥之兆啊，不祥之兆。所以呢，这个鸡呀，非常的。